2023年5月6号礼拜六第四五次隆冬游转。开始叫了。现在是 ISO 10000，我没有看到雏鸟，幼鸟不在这里啊，幼鸟跑去哪里？我去找一下。看起来是地上没有，哦，这样子放心了。在这边再找一下，去以前是掉在这边山坡上，这是石头，它会往岸边跑，是的问题。这边过去应该是看不到了。等天亮了，没有看到幼鸟。这边到底有没有幼鸟？没有。有，这只应该是公，站这边应该是公鸟。要再找下母鸟没有在这里，这时候很暗，基本上岩壁是看不到的。还是开到10000才有办法。有母鸟在这里，哎，还在动。专心顾。雏鸟，因为老实说，你青鸟飞出来你也追不到，看它有没有进巢穴。然后目前看起来的确没有，的确是没有幼鸟，岩壁已经没有幼鸟了。好，往下找蚊子。这一块也没有幼鸟，目前也没有幼鸟。那手电筒过去看地上也没有，我觉得用相机找还比较亮一点。啊，这边都没有。地上应该也没有，简单的找上去。再手拉高一点，看起来雏鸟没有在下面。入巢穴下，觉得怪怪的，公鸟好像出去了。我再找一下那个青鸟，公鸟的位置没有站人，看母鸟的位置，母鸟还在，公鸟在拉弓啊，公鸟位置的确看不出来，我看一下，它在拉完弓以后的情况。哦，公鸟肉眼看不到，然后这样躲在里面，飞了飞了，哇，
还是相机站的。还是我安心的飞过去。现在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公鸟、母鸟，应该看得到它的肚子。我觉得应该是对巢穴才对啊。这时候是五点了。啊，看，抓到了，儿子偷偷跑出来。现在天比较亮了，我也没看到另外一只雏鸟。啊，只是看到两只而已。现在比较亮了，然后现在巢穴里面可以看到两只，但是另外一只在哪里呢？我不知道，掉下来那一只跑哪边去了？如果落巢了，应该在底下区域嘛。底下区域，我刚才走过去看了，这边也看了好久，没有动静了。要等它拍翅膀，才晓得在哪里。不追。一二三四，昨天沿路都想抓了，今天真的不抓。又一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二只，十二只啊！追不追？公鸟不动，不追，不追。鹭科还是不追，蛮有趣的。哇，厉害！都趁我刚才在喝水的时候冲出去啊！公鸟趁我喝水的时候冲出去，啊！看到一只，这边看有一只在拍翅膀，是什么东西在拍翅膀？有看到看到，啊！幼鸟飞来这里了，幼鸟离巢了，哦，哇，飞那么远呢，厉害！